我谂咗成晚，终于俾我谂到支绝招。系咩绝招啊？快啲教我啊！阵间练习嘅时候唔准出呢个圈。呢个圈？呢个圈咁细，点企两个人啊？唔系我同你练，我再同你练。东洋魔女拳重百斤，若然闪避不及，随时会重伤吐血。想要赢，一自己之阳，快！天下武功无坚不摧，唯快不破。你就当呢棵菜就是东瀛魔女的拳头，随时闪避。我都未准备好，咁矛噶？难道你谂住喺台上面咁样同东瀛魔女讲啊？想要赢，就一定要避开对方，做到后发先至。明白。唔好企出界，避开。唔好净系用对眼，要用埋对耳，凭感觉。知道。东瀛魔女，我就同你去花灯会。你话噶？我凤凰挑战东瀛魔女，到底鹿死谁手？快啲入去睇啦喂！老板，点啊？犬神到咗未？佢会唔会临阵退缩？唔会。是他自己说要挑战，绝不会隔你而逃，他一定会来。小玲珑，又说火凤凰来挑战的，姨妈躲过你了，肯定是做缩头乌龟啦。大宋的人贪生怕死，我们大宋人才仔仔，怎似得你这倭人不可一世啊？够胆，你就上来同我打。你真的要我出手？光哥真的不理啊，梗系嬲我啦！勇者无惧，打完先算。我哋等咗你好耐啦，准备好未？今日一战你若战败，呢一生呢一世都唔可以再踏足中原。如果我战胜，又点啊？我火凤凰三跪九叩，叩到你上船翻倭国啊！你准备受死啦，捞翻倭国啦！大宋唔欢迎你啊！今次嘅决斗，无论用任何方法，边个打出呢个圈就系输。这个倭人气焰嚣张，俾佢得逞，我大宋颜面何存？失佢系火凤凰。去！爹，阿爹你走啊！去！三军可以夺帅，匹夫不可以夺志，更何况你系我云中流嘅女，人中龙凤，宠辱不惊，沉着应战，使出志气。爹，这个唔系义气之争，系国家大事啊！冇俾铁将军踢死你啊！就当铁将军咁打。你谂翻战之教系啲乜嘢？使出嚟啦！唔好净系用对眼，要用埋对耳，凭感觉。
呢个火凤凰确系有意思。佢系女中无忌天下无敌噶。仲未见人嘅，唔通仲未到？大胆！你敢擅闯我家主人华房？我冇恶意噶。马上返回我上。休得无礼。未知在下可以点样帮到姑娘？我刚才慌不择路，只会跳上你只船。可否俾我前面到头落船啊？就依姑娘意思。姑娘，请用茶歇息一下。你话商婆啊？画工太差，确实失礼。点会啫？简直栩栩如生。不过画中人似曾相识嘅。火凤凰大败东瀛魔女，在下亦为座上客。呢个系我，一朝一夕，你仲记得？咁精彩嘅对战，在下当然印象深刻啦。拳脚之争，实在失礼。你为大宋争光，有何失礼？你做咩啊？是刘影啊，好可爱啊！出面仲多啊，跟我出嚟。好靓啊！系啊，好靓。